这么事儿呢？这么事儿我拿着筷子啊，我也拿着。啥呀，哥？你啥？你没看我花里吗？在里上。帮我上，这东西不是。哎，怪溜溜的。你瞅，那不是过节啊？你碰上人啊？谁能碰上来呀？啊？祝你中秋节快乐！我就这么大能耐了，我就。OK， 啊 ，OK， 好哥们儿，那必须的。上哪儿？拿上洋芋棒。啊？行，你好意思吗？好意思。啊？好意思。哎，我打你去。给谁的？走。给谁的？哎，岳大哥。过节了，过节了。给我的啊？那必须的啊！我帮你拿去吧。我不用啊，二哥帮我拿了。哎，好的，拿的能拿下我吗？哎呀，能啊！你别管了，那什么，拿这个啊，这个，拿这个。这个老好吃了。嗯，哎，这太回来了啊！哎呀，他要不还得是你呢。来，我帮你拿接着。不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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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龙哥。我就放一桶了，哎，不要这么些东西。哎呀，没有事儿，我能拿了。不是晚上做饭呢，我做什么饭？我寻思我跟花哥他混一顿，过节嘛。啊，你这么事儿呢？这么事儿我拿着筷子啊，我也拿着。啊，看什么呢？走。呀，花哥来了，这小姐都来这了。啊，挺好的呀。饭好了，走，上来吃。吃饭，走呗，等过去啊。都呗，因为你们这哥几个真是，你上前吃饭拿什么东西呢？嗯，都这家人，你说，你整那些外道事儿。走，这把东西送回去，走。别拿东西上前吃饭。别，拿的是给大爷大娘的。走吧，赶紧走。吃饭去，怎么着？给大爷大娘，就咱不研究好了，上大爷大娘家。啊，对呀，都拿的东西去的。走啊！我是这个。走。这老二一天人岁数大，有点孝。咱们上家吃饭拿东西啊！哎呀，咱们放事啊！咱们有家人，能过节嘛？对。啊，对。对。来，祝大家。中秋节快乐，团团圆圆圆，平平安安，点点关注。